神马镇旁骑神马，鸭梨村中啃鸭梨。看国安若是真好奇，走你。话说我们神马镇作为文化名镇，享誉省内外。话说当然多亏了我郭大白对你们孜孜不倦的教育。话说下个月咱们镇上要派仨人去省城参加赛事大会，这可是百年难得的大事啊。哎，直接说重点，奖品是啥？新马台半日游。我要去。啥是新马台？话说这可是百年难得的大事，可遇不可求，求之不得，辗转反侧。总之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。至于这个人选呢，我去大家应该没什么意见，贾仁举也是咱镇数一数二的文化人。这第三人嘛，直接说重点，怎么选拔？对对子。当年我在耶鲁、剑桥、哈佛联合大学进修的时候，读的就是对子专业。你们别掺和了，直接让我进得。就你知道怎么拿毛笔不？杀猪刀都不在话下，拿根毛笔能有压力啊？我成绩很简单，随便谁说上联，随便谁对下联，在场的人举手表决，得票最多的胜出。哼，看来又是我圈里的修烫了。哈哈哈哈，这个手对嘛，就由贾先生出吧，大家欢迎。抬头明月光，低头思故乡，这个太没难度了。哦哟，这个考官的品味之低下，连我都看不下去了。坐定坐定，尊重考官，这个大喇也算是对出来了，觉得他对的好的举个手。一票。我们家大喇真有学问。就这搜一子，我坐上了。ABCDEFG 7654321。查理啊，我看你也就这点本事了，听兄弟一句，对对子的营生真不适合你啊。7654321，好工整啊，绝对绝对。都愣着干嘛？投票啊。八票。嚯，我估摸着这应该是最高纪录的吧。哎呀呀，伦家不得不拿出伦家的镇宅之对了，这可是伦家的妈妈出嫁的时候算命先生出的呢。豆腐如玉，人如月，玉陨月沉，不得见。哦哟，虽然完全听不懂是什么意思，但是好有意境的样子哎。哦哟，要是没人对得上来，那是不是我就可以去了呢？猪肉不行，人不帅，肉说人你没人爱。哎，我是月，是这样子的，据说最终奖品是双人游，双人哦。好对，好对啊。怎么觉得哪儿不太对劲儿？哎呀，猪肉草提供的灵感还真是源源不绝呀、啊！投票，投票。七票。咦，连查理都举手了，怎么还少了一票啊？显而易见，上梁的意境比起我那个差太远了。刚看了好投资，股票无压力，要数金融人物，老葛排第一。拳打西利坤，脚踢拉斯巴，维护世界和平，有我才有家。九票。安静，都给我安静。带我出一对，知县只有一个。知县只有一个，好对呀。废话却有一堆。老师说一二，乱讲，说什么胡话，小孩子不懂事，把手放下，都放下，都放下。那就是没有人能对得出来了吧，没人了吧。哈哈哈哈，神队啊，还有没有三票通过？死狗。死狗来吧。话说这个混日线有没有追到拉屎吧，我们下回分解。